出了 Clayton 的竹林山水系列作品。那他用一个很丰富、很鲜的颜色来呈现竹林山水，也蛮特别，是说放在我们这个空间，就是路过或是开车经过了，我都常常看到会有人一直往里面看。有两三个客人，他们就是在外面看看看。后来有一天他们进来，他们说他忍不住了，他们说一定要进来实际进。距离的去看一下这个作品，他说这个作品从外面去看的时候，每次经过看的时候都觉得心情很开心，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疗愈的一个艺术作品。Clayton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说，他的作品呢，每次呢都可以引起很多人讨论的话题。我们曾经在他的一部作品前面，八个人讨论了两个小时，关于他这部作品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想法，这是真的是很特别的。山水系列的作品展出非常销售，非常的成功。Clayton 的展最特别的是，他请到了萧文平老师作为此次的策展人。那我们每天用的悠游卡也是萧老师设计的。虽然 Clayton 的创作很当代，但是萧老师却用贝多芬的甜甜来形容。因为他看到 Clayton 创作后面的经典之处。从贝多芬的创作是非时间性的，